是葛夫，这是我的冒险。按下大大的按钮，我们就可以开始。别按太大力哦，我上次不小心弄坏了。我是哈缪尔·符文图腾，雷霆崖的大德鲁伊，勇敢的冒险者，我号召你前来，去调查出现在贫瘠之地的绿洲，找出新生命的源头。大德鲁伊叔公，嗨，抱歉打断你，但是我呢，召唤了一堆树人，现在造成了一点问题。葛夫，对上愤怒的树人。叔公，那就是我召唤出来的大树人，脸很可爱的那个。我好像召唤了一大堆树人，然后他们很生气，把大帐篷掀翻了。哦，乖侄孙，你又来了。葛夫，看看你做的好事。那栋建筑里面有许多无价之宝，你的树人失控了，他们正在攻击雷霆崖。保护家园，不惜一切也要阻止那些树人。为什么不能就待在家，像我们说好的一样，别碰任何东西，也别跟任何人说话。我也想证明自己是英雄。我想拯救这片土地，那谁来拯救我们，远离你的麻烦。
我办到了，我阻止了树人的攻击。这也是你引起的，戈夫，拜托，别管贫瘠之地的事。哈密瓦叔公一定会很生气，但我绝对要证明给他看。这可真是大自然的奇观。我和几个在贫瘠之地认识的好朋友一起来到这座因为不明原因而被净化的绿洲。我的朋友超棒的，我们不久前打倒了机器人，遇到几个矮人，还找到一个漂亮的圣光碎片。我就知道他们会协助我完成任务。戈夫，对上维波斯。我们一定要找出水变干净的原因。元素是万物之源。完工了。不要碰我的力量。看看我们，一个是生命的看护者，一个是死亡的催促者。哟吼，我们上吧。风暴前的宁静。哈密瓦叔公叫了其他冒险者去绿洲水池寻找进化的源头，但我喜欢游泳，所以都很棒。跳水喽！这块地方的看守者，不逃就得死。还有别的选项吗？听到那个水底裂缝里面有个强大的力量，摧毁它！我要知道里面有什么。听起来很科学，看来我得好好善用我的脑袋。小心！汤姆星小姐，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召唤小鬼战斗。哦，没错，我这小糖霜蛋糕，我就只爱又蠢死了又不可惜的东西。那听起来有点冷血。哦，葛夫，我也爱你。进攻哪里？牛头人，小心点！元素之力，你叫你一定识噶啦！释放！要嘞！我的美妙，元素之力，放轻松，这是派对。小心！大自然的力！裂缝里有碎片？看来是纳鲁的碎片让贫瘠之地恢复了生机。我知道接着该去哪里了。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想做个实验。我们赶快去甜水绿洲，要是我猜的没错，其他碎片应该就在附近。科卡尔半人马在甜水绿洲横行霸道，而且他们痛恨部落，这趟旅程会非常危险。我超级熟甜水绿洲，你觉得很危险，我觉得很好玩。葛夫，对上巴拉克！杀光部落！要不要一起玩？然后不杀人？
种程度的攻击是没办法打败科卡尔部队的。我不喜欢战斗，不过也许科多兽可以帮我们。成灰，但我喜欢我的骨头，这样别人才不会误以为我是盗贼的皮甲。兽反过来对付我们，离开这个平静的地方。你们在这里干嘛？这跟你没有关系。却传来的哀嚎声了吗？那就是你的末日。别听这个科卡尔说的话。释放呼唤闪电，那炸了！准备好受苦吧。从山洞蔓延而出，虚无会吞噬万物。哀嚎洞穴就在附近，据说里面住着奇怪的东西，我等不及要看他们了。这是证明能力的机会，那个食人妖卡扎克斯正在哀嚎洞穴外面等我们。为什么那家伙每次都在奇怪的时间突然出现？小心潜伏在洞穴里的尖牙德鲁伊，找出碎片带来给我，不惜一切代价。在山洞里面，我们发现几个联盟士兵把可爱的潜嘴龟当成练习的靶，大家应该猜得到我的心情如何。戈夫，对上斯密瑟，兄弟们，点燃大炮，把这些乌龟炸到蝌蚪不剩！别碰那些小乌龟。
过此刻。走开，可恶的部落混账，这不关你的事。我要保护这些潜嘴龟。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总有一天，联盟会拿下整个卡林多。看来你不太了解部落。愿圣光使你平静。别担心，亲爱的，骑兵来了。我喜欢哀嚎洞穴的动物，它们很可爱。嗨，小东西。我想它们有一种很朴拙的美。你的饮料要不要加冰块啊？我要把你们赶出这座洞穴，再赶出这片土地。要是圣骑士罗姆在这里，你们一点机会都没有。一定要守住北方城堡。山洞充满着剧毒的猛兽，会飞的蛇和吃肉的迅猛龙，不过人类才是最可怕的。而他们居然还说我们是怪物。我们继续走吧，一定要找出腐化的源头。我们走错路了吗？也许哈密尔叔公是对的，
我应该把这个任务交给真正的冒险者。戈夫，不要失去希望，要是没有你，我们永远都敌不过那些科卡尔。继续前进吧。戈夫，对上一群冒险者。我们不想战斗，我们只是路过而已。这座洞穴里的宝藏都是我们的。我们可以合作，你需要来点清凉的泉水吗？不用，但是你的东西看起来很值得搜刮。这座洞穴很危险，我可以掩护你们撤退，但你们得马上离开，然后你才能私吞所有宝藏啊！我可不这样想。解决他！这位年轻的朋友，你有什么烦恼吗？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会想，我到底擅长什么呢？吃我一剑！不要妨碍我！继续放法术，我一剑就能射穿你。肩负重任，你是符文图腾家族的德鲁伊，你的内心充满着力量，好好运用吧。好了，来尝尝这个洞穴蘑菇吧，我很好奇吃了会不会有问题。我要补满灵魂力，我一剑就能射穿你。我不怕你。吃我一剑！今天很想把偷袭，刚刚一剑就能射穿你。加耀眼，不要妨碍我。
洞穴的哀嚎让我汗毛直竖。我一箭就能射穿你，灵魂裂片，一箭就能射穿你。进攻哪里？啊！不要妨碍我！我要补满灵魂裂片。啊！洞穴的哀嚎让我汗毛直竖。心底很，我要不满灵魂裂片就能射穿你。我生气了，来吧！你招你一定识噶啦。没错，快点离开，回到地面上应该会比较安全。我们是尖牙德鲁伊，你们不属于这里。你们是德鲁伊，我也是德鲁伊，说不定你们可以帮忙。我们在哀嚎洞穴寻找纳鲁的碎片。可不，等等，离他远一点。戈夫，对上安娜·科德拉女士。我们想阻止大自然的腐化。不可能啊！这片干燥的土地曾经茂盛纯净，是大地的明珠。兄弟，往前爬。我们的首领娜拉雷克斯原本想用翡翠梦境的力量让贫瘠之地恢复过往的美丽，但是梦境变成了梦魇。
是蛇。我找到了你们说的碎片，我们几个毒牙之王认为碎片的力量可以唤醒我们的主人，但是梦魇也要那个碎片，腐化不断蔓延，没有人能阻挡。你的饮料要不要加冰块啊？别想阻止我们，你们全都会葬身此处。这个纳鲁的碎片可能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刀刃渴望复仇，喜欢我的新雕像吗？谨听吩咐。会加入他的梦魇。碎片就在前面了，它似乎已经变成腐化的来源。请大家一起帮忙，我可以阻止它，我可以的。那是什么？葛夫，对上木坦努斯。乖，没事的，我不想伤害你。
过此刻。吞噬者穆坦努斯，但他应该只是个传说，活生生的传说。太后，不准你伤害我的朋友。大的超乎常理，不知道他到底吃了多少东西。被他吃掉了，碎片会好吃吗？毫无意义，你们会永远沉睡。在无尽的暗影中沉眠吧。愿永恒的太阳照耀着你。我不知道这个圣光碎片怎么了，但我会想办法的。我一定会把你从梦魇中唤醒。各
可夫，对上虚无那拉雷克斯。我会帮你摆脱虚无。我就是虚无。这把老骨头知道风暴要来喽，睡吧。暗影遍布大地，闪电就是我的武器。睡吧。这里没有一丝圣光，会把这世界烧成灰烬。黑暗的牢房替你准备好了。正你的梦魇，这比天日。我们会吸干这个世界。你什么也不是，你会孤单地死去。不对，我拥有虚无夺走不了的东西，就是朋友。偷袭，睡吧。我们会吸干这个世界。朋友，你的朋友手足相残，他们会重蹈覆辙。可夫，别相信他，闪电就是我的武器。见证你的梦魇。会烧光所有城市。你们为什么要看着我？汤姆星，没有人在看你。闪电就是我的武器。
放弃希望。不，你跟我一样都是德鲁伊，我会让你脱离梦魇，我会救你的。我的梦境就是你的梦魇。恢复了，我在哪里？大德鲁伊符文图腾，你的侄孙葛父净化了纳鲁的碎片，解决贫瘠之地的腐化，他善良的心和温柔的灵魂拯救了大家。葛父，看来我低估你了，我得向你道歉。我没办法独立完成，就像大树需要整片森林，我也是靠朋友的帮忙。再说
我的朋友们抱起来比较舒服，抱一个